来看体育消息，效力于美国职棒太空人队的旅美投手罗家人今天面对红袜的比赛再度登板，第七局一二垒有人，太空人当时只领先一分，罗家人上场飙出三振，为球队化解了失分危机。太空人和红袜之战双方前五战二比二平手，太空人在六局下半突破取得五比二领先，不过七局上半红袜队反攻，把比分差距追到只落后一分，接着又攻占一二垒，此时罗家人上场三振红袜，代打化解了失分危机。第八局罗家人继续上场投球，让红袜打者三上三下，为太空人守住领先。罗家人今天投了 1.1 局，用了20球，没有被敲出安打，最快球速也达到了95英里。